Hello， 大家好。嗨。谢谢所有的朋友。我们刚刚这个黄水晶戒还有紫水晶戒非常的成功哈。对。然后大家非常的喜欢我的设计，我也很开心哈。因为我这是第一次用到真的天然的紫水晶跟黄水晶来做设计，是。而且我给大家的价格这么的优惠哈，真的很难得。那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朋友也都是非常聪明、非常有智慧的哈。对。知道说其实老师是不惜血本哈，来跟大家分享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主持人是郑怡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郑怡呢，郑怡要有话要跟大家讲哦。真的，因为你知道，老师你因为上一次好像前两个月刚推出的时候啊，对对，很多人买，然后之后就买不到了。是。那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有很多人反映说，你们电话线不好打的。是，电话线不好打。在网站上，老师等一下再 po 那个网站的订购网址，让大家去连结。赶快抢哦，因为你知道我们上次啊有一个那个会员朋友嘛，还有特地跟我们反映，就是老师上次那一档对不对？对，他得了乐透二奖，真的好几百万，真的是金的，这是真的。因为老师这个要这个就是要有好手气哈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女人，每一个女人呢都有一个艰辛的过程，不管你是这个当人家的女儿、当人家的媳妇或者当人家的妈妈哈，对，我觉得你都有一些人生要面临选择，还有你一定有一些不如意。啊，有一些泄气或者觉得很疲累的时候，对，那我觉得要给自己勇气。我觉得紫水晶会让我们的这个地位更加的提升。你知道吗？老师今天用1980这个价格，然后老师用到那个天然的黄水晶戒，老师这边有五颗哦，而且是0.58克，真的是全宝石级，是啊，没有瑕疵的宝石级。对，你知道这完全没有瑕疵，我就说老师你这样1980在某某台，如果光是这样子的一个黄水晶，对，就已经很优惠了。是，结果老师这一次居然刚在节目中他说买黄水晶再送紫水晶的转运戒，对，其实就是我的感恩回馈，因为其实我在某某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，然后这十年来我从不太懂电视购物，然后我在设计商品的时候还常常有很传统的元素，就是讲比较白，就是还有比较怂的部分，就比较俗气的部分。因为风水命理就是你要怎样去跳脱这个很民俗的那个感觉，然后跟时尚的这个潮流的这个时尚可以接轨。其实老师也是花时间去学习珠宝设计哈等等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时到今天我可以有能力推出这么漂亮的戒指，对，那竟然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，对呀，老实说我也觉得自己蛮荣耀的。那我也很感谢过去这么多年来支持我的所有的好朋友，对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有宇昂老师的今天，所以我今天这一档我真的没有赚钱，我就是抱着想要回馈的心，那你知道吗，不赚钱就不会做很多，真的这样会不会很现实？所以说如果你们现在在网站上再点点看，你们还买得到的可以再订订看，有买到的就赶快抢，赶快加油，因为老师这次还帮我们做那个清算跟加持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清算加持其实是最花时间的，最花时间的。老师上一次有一次啊，因为我跟老师赖半夜，然后老师就传他，我就说老师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吵你怎么还回我？他说因为他正在做清算，我正在帮客人做清算。老师半夜还在清算，我有真的很忙。我有时候三更半夜哈，接到客人他们在那个 FB 留讯息说谁生病了，谁怎么样，我有时候已经。就是怎么讲已经很累了，可是我还是起来念经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今天晚上这一关他过不去，他可能明天就再见了，所以我会很紧急的帮客人做一些事，这个就是我的日常啦，我的生活。其实如果你看我的手机经常有人传给我说拜托帮我念经一下，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还小孩生病啦、住院啦，我就是随时随地，其实我的心都是跟大家在一起的，对啊，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你有什么压力，其实我很清楚，因为我也是女人，对，我也是过来人，尤其呢我认识郑怡的时候还没有结婚，对呀、然后呢认识她，谢老师经历了谈恋爱，然后经历结婚，她的婚礼我还去耶，对呀，在大紫点花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，你还从空中降下来，对对，你看我都记得，对呀，然后从她结婚，然后她现在有了宝宝，对，还有她当时要去抽那个合宜宅，就是对要买房子，也都是找我说老师我现在
带什么，我现在是不是做烟供做什么，哎、嗯欸，都是我一路看着他今天呢变成一个小贵妇。哇，感谢老师、啊、又有房子又有老公又有车子又有孩子，五子登科。五子登科然后我很了解每一个女人的过程，所以我今天推这个转运界、嗯、其实我是觉得每个女人都有情绪的时候，是有时候你的心情不好，对，然后你又不好，你的脸面子的问题你又不好意思跟别人讲、嗯、这个时候我们就悄悄转动我们手上的转运界、欸、真的真的、哦、尤其是尤其是紫色就是人际关系、是跟老公的关系不好啦，或者是跟你的子女啦、嗯、甚至你的妯娌之间有犯小人啦、嗯、或者是同侪之间有人就是对你说三道四等等，你的心情很不好、嗯、对不 对, 对我们不要去跟人家吵架，因为我们去跟人家吵架我们都没有气质了，对、哦、而且我们去吵架呢我们讲话也会造口业、嗯哦嗯、那别人造的口业我们不用去帮他承担、嗯、那我们只要呢帮你的心情转好，所以当你现在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紫水晶戒呢先戴在心轮、哦、像这样子有没有像正仪这样戴、哦、先戴在这里，对，因为呢紫水晶会有智慧，然后它会稳定你的情绪、嗯、然后我们先把情绪稳定起来，嗯，我们的戒指再带来招财的时候，我们想要什么没有呢，对，我们想要什么一切就会心想事成，为什么讲心想事成、嗯、对，戴在心轮是、哦、就会心想事成，对，这个我设计都是有寓意的，并不是说啊随便凑一凑啊那个好看那个不好看凑一凑来跟大家结缘，我都是有经过深思熟虑，都是跟我所学的易经、嗯、所学的命理都是息息相关的、嗯、所以当你这样戴上之后呢、嗯、我们姑且不管它很漂亮很时尚，你的心会立刻宁静下来，是，你知道吗，女人是很智慧的、嗯、当你女人只要没有情绪，嗯，只要不要被别人两三句话搞得你这个暴跳如雷，对，你其实会有智慧去安排、嗯、去处理你接下来的问题，是，所以紫水晶给你不是只有带贵人、嗯、它可以稳定你的心绪，让你突然间你的智慧就好像明心见性这样子的光明、啊、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紫晶有没有，紫水晶有点像紫晶洞，有没有，而且你知道吗，哦，戴在身上，像我戴的这个是天然黄水晶，对，你知道这个多少钱，老师知道多少钱，这一对十几万，哇，没有再卖了，是，这个是我十几年前在香港珠宝展的时候，嗯，跟一个印度人买的，是，然后鉴定它就是宝石级，所以其实我知道天然的宝石很贵，嗯，那我一直也很想说1980这个价钱跟大家结缘，宝石级的1980，我也很想要用宝石级，但我过去没有能力、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还没有那个贵人认识到一级的珠宝大厂，是我今天对有能力了，我认识到一级的珠宝大厂，所以。谢谢老师，我简直就是以这个大批发的直营价来跟大家来分享，而且呢，很多珠宝商都说老师做这个价格，他们根本就做不到。我也真的对不起很多的珠宝商哈，我是喜欢广结善缘，所以请大家呢可以理解我哈。那我用的珠宝就是最天然的、最没有瑕疵的，然后全珠宝等级。希望你开心，希望你快乐，希望2018我们大家一起发。发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等一下再写的，就是某某网站，然后打宇阳转运界。我请那个小编帮我把资料放上去、啊。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买，你就写你想转运界加一，或者就戒指加一，那我的小编再一个一个去回你好吗？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这么支持。今天台湾的天气很凉，大家呢要注意保重自己哈。那我建议大家晚上睡觉前可以泡泡脚。泡泡澡哈，然后呢一定要常常戴口罩、嗯、还有围巾一定要戴上，把你的脖子保护好、嗯、把你的支气管保护好，对，你就不容易感冒了，我们大家呢不但要发财、嗯、而且我们要健康好吗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郑怡，拜拜。